怎么变成玩具了？不行，我们得去找外援。没错，就是这里，奥特超市。走，我们进去买玩具。哼哼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些我全要了。嗯，小朋友们，刚刚我们在超市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让我们来看看它们都是什么吧。嗯，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胶囊。哼哼，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我们按下去。哎，它竟然是可以打开的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像是一个怪兽的图案。哦，我们先将它变形一下。嗯。哇哦，天哪，这竟然是宇宙大怪兽艾雷王。我们来看下一个胶囊玩具。Let's go！ 这个标志好熟悉呀，但我想不起来它是谁的了。嗯，哈哈，原来是迪迦奥特曼复合形态。这是一个变身器，它的名字叫银河火花。这竟然还有一个赛车玩具，是银色的，上面还有红色的标志。哦，我知道这是谁了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嗯，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我们按上去。天哪，快看，它出现了。它呢，就是罗索奥特曼烈火形态。一个黑色的变身器，是一个圆环的形状。没错，它呢就是欧布圆环。罗索奥特曼的手环。天哪，这看起来也太帅气了吧。不知道用这个能不能召唤罗索奥特曼呢？到了最后一个，超越之钥，上面呢是特利迦奥特曼。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等等，这些真的可以打败怪兽吗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